Hey， 我是 Henny 哥，欢迎回到我们的原味生存，大家安安啦、啊。那么在上一集的时候，我们终于把我们这个生存的第一栋小屋给完成了。那我目前物资都还没有搬过来啊，目前还在那个地下的据点里面。接下来我会陆续的把它给搬上来哦。那应该会有比较多的分类啦，就不会说这么多东西挤在一箱里面哦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其实还是要来搞一下我们的这一栋小屋啊。那这次要搞什么呢？还记得吗？我们的这个门哦，这栋房子的大门是一个完全开启的状态。那假设现在有僵尸啊，有古力帕啊，有酷攻啊，看到我，那他们是可以直接这样冲进来，没有问题的，完全没有任何阻碍，这样非常危险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今天我想要在这个门上面啊，来做一些机制，让这些怪物会认定这是不能走的地方，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担心怪物入侵啊。那说到这个，家里面我们之后应该会铺一些地毯，防止里面神怪。因为我发现家里应该还是有点太暗了，如果走远一点再回来的话，家里面会有一些怪物，虽然很少啦，但还是有点危险哦。之后我可能地毯够啦，羊毛够了，可以做够多地毯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把地板都铺一铺啊。如果各位喜欢这样子的影片，喜欢看到我玩原味生存，喜欢这个系列，记得帮我在影片下方点个赞哦，也可以来留言告诉我一下你喜欢这样子的影片系列哦。那每一天下午6点半，我们都会更新这个原味生存哦。那既然呢，我们要做这个防怪门，我们就先来到我们的创造模式，来跟大家解释一下，这些防怪机制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吧。好啦，来到我们的创造模式地图啦。那这次的地图呢，我有稍微设计过一下。那这边的话，我有做了一个平台，然后还有一个门。接下来我就会在两边啊，分别召唤出村民以及僵尸。那我们就可以像这样子啊，来去判断说，这个僵尸走不走得过来，能不能侵害到这些村民哦？那我们就可以依据这样子来去测试这个防怪机制到底有没有效啊。那既然我们要防怪嘛，那其实主要防怪的方式呢，就是骗 AI 这里是不能走的。那有两种方式，那第一种呢，就是让他认定这里是有方块阻挡，我们走不过去。第二种呢，是让他认为这里没有方块，我没办法走过去。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有效的阻挡这个 AI 哦，就是任何生物都没办法走过来啊。那再来，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呢，是利用特殊的方块机制。那这一点的话，我们也是到最后再来提吧。那我们就先来开始我们的第一种吧。首先我刚才有说嘛，我们第一种就是要让他认定这里是有阻挡的，我们没办法走过去。那我们可以使用铁门或者是木门都可以做到这件事哦。那或许你会说了，我也知道这样子挡住他就走不过来啦。我们并不是要这样放哦，这样放太蠢了。而且我们这样子放的话，如果用铁门的话，我们要给他一个红色讯号才能打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没有要这样放，这样太难了哦。我们要这样子放，我们要横着放哦。如果 AI 看到这样子的景象啊，他会认定他是长得像这样子的画面，他认为这里是一堵墙，我没办法走过去。尽管他中间其实有空隙可以让我们玩家通过的。那像我们这边，召唤住僵尸以及村民，他想要过来，可是他会认为这里是一堵墙，他连测试都不想测试，他就不走了。但其实实际上我们是可以非常轻松走过来的哦。这种方式就是相对而言比较丑一些啦，而且如果是木门的话，村民会打开，很麻烦哦。那么再来下一种呢，是半砖哦。半砖的话跟门有点类似，像这样我们放下来的话，对我们而言它是只有高度 0.5 格而已，但是对 AI 来说，它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方块哦，它会认定它是一个完整的方块。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去做一个防怪机制啊。我们在最底下放下这样子的下半砖，然后在上面第三个放上这样子的上半砖，那他会认定啊，这个东西是长成这个样子的，他会觉得他中间只有一格的空隙。但是对我们玩家而言呢，他中间是一格，上面是 0.5 格，下面是 0.5 格，加起来依然是两格高，所以我们是可以非常轻松的走过去的。那如果我们现在召唤僵尸以及村民的话，这个僵尸也是一样，看到村民但打不到，他也不想走，他不想测试这个东西到底走不走得过去啊。那除了半砖以外啊，阶梯也是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哦。还记得吗？阶梯它这个角也是 0.5 格高，它跟半砖是几乎一样的。所以假设我们这样子放好了，像这样子放的话，我们人其实是可以从这边走过去的，对吧？我们这边会有个洞啊，是可以轻松的走过去的。那我们把这里都给它堵住，让他们过不了，只留下这个洞，我们来测试看看。我们现在召唤僵尸以及村民，有没有
僵尸看到了，可是他会认为这里是一堵墙，那我们以这样子的做法也是可以成功骗到 AI， 让他认为这里没办法过来啊。那再来下一种呢，有非常多的建材是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事哦，例如我们的石砖墙、木栅栏、玻璃片、锁链以及铁栅栏，这几个都是长条状的啦，并且它周围这里都有空隙。那其实我们这样子放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些空隙啊都是可以这样子钻过来钻过去的。可是在 AI 眼中他们长得像什么样，他们长得像这样，这是一个方块一个方块，而栅栏就比较特别，它是 1.5 格。那我们就一样，可以利用这个机制啊，让他认为这里就是一堵墙哦。像我们这样子放上去，如此一来啊，僵尸也会认定，这里全部都是方块，我没办法走过去，那他连试都不会想试。那我个人是认为啦，用锁链来去做这件事，还真的蛮好看的。这个是少数我可能之后建筑会用到的一个方式，像这样子，如果我们这样一直往上延伸的话，其实这个不会说太难看，所以这样子的防怪门啊，我是还蛮喜欢的啦，如果用锁链的话，但其他建材做起来就有点丑了，就比较没这么美观哦。那刚刚的几个方法呢，都是让他认定啊，这里是一堵墙，而他没办法走过去，他就不会想要走过来了嘛，对吧？那接下来就是要让他认定，这里是没有东西的，我走不过去。那这个方法呢，应该还蛮多人都有看过了，就是使用栅栏以及这个地毯啊。刚刚我们有说嘛，栅栏在这些 AI 的眼中啊，它是 1.5 格高，所以它跨越不了。但是这个地毯我们现在放在第二格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人是可以这样直接走上去嘛，像我们现在在这边放，我们是可以直接跳上来的，而这边也是一样哦，我们是可以跳上来。那我们走上来这个一格高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再往上走，走 0.5 格，这样我们就有 1.5 格高嘛，我们就可以这样轻松的跨越过来了。可是 AI 不知道这件事啊，它就会被卡在这边，然后就走不过去了。这个是非常多人都知道的一个简易防怪门哦。像我们现在召唤僵尸过来，他看到了，可是他走不过来。这个应该也是最多人会使用的一个防怪机制吧？像很多什么养羊啊、养牛啊，都会使用这个方式哦。那除了栅栏以外呢，这个石墙也是可以达到一模一样的效果。像我们现在跟刚才一样的方法。那僵尸也会认定，这个是走不过去了，他就不会想要走了。这个比较少人用，大家好像都用栅栏，但没什么人会用石砖墙，但效果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以上这些方式呢，都没有很美观，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哦。那接下来的这个呢，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方式。那这个方式呢，首先我们要先把这个地板整个给打掉哦，让它变成一个空的。那通常 AI 看到这个之后啊，他会认定这里是没有他走的啊，这里没有路，他不会跳嘛，所以呢他就不会走过去了。但是我们不可能就这样挖一个坑，然后每次都这样跳过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就要放上这个告示牌。那我们这样把告示牌全部铺上一排在上面哦，我再把这个羊毛毯给它放上去。羊毛毯有个特性啊，就是当 AI 看到它的时候，它会认为这没有东西，就像刚才一样，我们刚才是让它认定栅栏旁边没有方块嘛，它走不上去，所以此时此刻呢，它看到的是一个深坑，而不是一个可以走的东西哦。那我们现在召唤出僵尸以及村民，来有没有看到僵尸就被卡在这边？它会认定这里是没办法走的哦。而这个呢，应该也会是我这一次会使用到的方式，也是我一直以来最喜欢的一个方式哦，真的比较美观啊。那再来，我们还有一个方式哦，就是使用地板门。之前我们是这样子使用嘛，是放在这边，并且打开，它会认定这里是长得像这样子的一个完整方块，而我是可以这样走过来的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有一个很有趣的点，就是假设我们今天是这样子平放，并且这样子的打开的话，他会认定这里没有东西。那实际上对我们而言，它是长成这样子的一个完整方块，我们要这样跳一格高才能走过来嘛，对吧？像这样子我们才能跨过这个门哦。可是 AI 会认定这里不存在任何事物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他会想要走过去，可是他会被这个地板门阻挡。这一点的话我觉得非常有趣哦。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最后一种啊，最后一种也算是最特别的，它是铁轨的特殊机制哦。当 AI 看到铁轨的时候，它不会认为这里是这样一格方块，它会认为这里是一个空隙。可是如果这里是铁轨的话，它会判定这里是不可跨越的。
这个特性啊，同时在所有的铁轨上都有哦。他们会不想跨越铁轨，他们会认定这个是不能走过去的东西，但也不会认为它是一个方块。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防怪方式。那我有的时候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防怪，有的时候建筑刚刚好搭配铁轨，就也还蛮好看的，所以多少会用一下啦。那么以上呢，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防怪机制介绍啦。那接下来我应该会使用这个告示牌以及地板门的方式，来去在我们的原位深处里面做这个防怪门哦。啊，如此一来啊，我们家就不用怕怪物入侵，对不对？多方便啊！那我们就赶快回到我们的原位生存，把这个东西盖一盖吧。那我们花了一点点的时间把这个给弄好了，就非常的简单哦。那我这边用了三个啊，然后也是挖了一个深坑，让它认定这里是不能走的地方哦。可是我发现我在这张地图里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会有点问题，他们会走到第一个然后才开始转圈，然后认定就是自己踩的地方不能走。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但是应该不大影响啦。那有的时候啊，这个方式在推挤的时候会把怪物给推过来，所以怪物太多也是会有办法走过来的。不过这点应该好像也不需要太去在意啦，应该也不会有这么多怪物来找我嘛，对不对？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防怪机制啦。我是觉得还蛮好用的啦。那不知道各位会喜欢哪一种防怪门的方式哦？我自己是最喜欢地毯的啦，因为真的是最美观的。那接下来我就会去挂一下机吧。对，我应该会等这个羊毛地垫可以生成够多的时候，然后把我们家全部铺满，这样我们家就不怕生怪啦。喜欢这次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在影片下方点个赞，拿开订阅，持续追踪我的动态。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、IG、Twitter 去按个赞，追个踪。想要聊天的话，也可以到我们的 Discord 群组一起来聊天哦。那我猜你给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哦，拜拜。